价格这么的便宜啊，又香又脆又甜。如果你喜欢，帮忙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。朋友们，我敢给你打赌，我们家这么好的黄金大白桃啊，100个人里面只有2。这款红薯你们吃过吗？它叫帝王秘薯，不是哪个地方都能买到的。20多块钱给你们发，满满一大箱，还包邮。 哥，姐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家的啪啪柑果蒂，这个啪啪柑啊，个头特别的大，是我们四川这边。你们帮我顶个奖金，我给你们挂下方购物车里面，一斤啊，我只赚你5毛，烤几天？哇，大家好，您看，这是我们家的美人指葡萄，这个葡萄呀，脆脆甜甜的，往年卖的几十块钱一斤，今年啊，一定要尝尝看。 真的很好吃，春天无私，入口化渣。嗯，朋友们，我猜啊，你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吧？就咱们家这么便宜的雪莲果，每年啊都被那些坏人挤毛钱一手肉转手再卖给你们，都翻了好几倍了。朋友们来看一下，就这种冰糖心牛奶蜜瓜，我卖一箱净亏7-8块，你说我图个啥？ 如果不是我老婆加入了名媛圈，我都坚持不下去了，不想卖了。朋友们，等一下，别急着划走啊！我呀，给你摘个苹果吃，这个呀是我们家的冰糖心丑苹果，又甜又脆的，特别的好吃。打开给你看看啊，里面呢满满的糖心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呀就是你们经常听说过、不常吃到的水果啊。 它是雪莲果，看看，长在我们云南高山上，红土地的哈，特别的好吃。哎呀，脆脆甜甜的，你喜欢吗？小黄车里面10几块，5毛，就5毛。看一下，这么好的奶油富士，春天开始挂果，到冬天啊才采摘，口感呀格外的脆甜。如果说你们想吃，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啊，一箱呀，就赚你们5毛。 我打开一个我们家的1850核桃，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核桃呀，皮薄如纸，而且呀口感真的很好。如果说你们想尝尝，如果西红柿2毛1斤，你会怎么吃呀？这个是我们农家最终的头扎西红柿，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，不打任何的催熟剂。你要喜欢吃，有没有见过呀？看到没有，喝牛奶长大的水果，有没有食欲？如果想吃的话，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来，过来看一下。 看到没有，会牛奶哦，想要吗？点个小红心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干嘛？这么好的西红柿不摘怎么拔了呀？不拔了干嘛？往年像这么好的沙瓤西红柿，几块钱一斤都排着队来买，今年情况特殊，几毛一斤都没有客人来收。朋友们，我吃了这么多木瓜，我不想说别的，我就想说我们家的木瓜是真的很便宜，但产地。才一个晚上。 就这样的，因为个头特别的大个，只有你意想不到的，把这个给它打开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们特别喜欢吃的沃柑，它已经来了呀，已经成熟了呀，切开一个看一下。 沃柑是特别甜，汁水也特别多的。姚强，啊，干啥呢？那我熟的，看到了吗？你的牌儿钱。这人你说不就因为我上不去吗？你看，太高了。<笑>熟了，熟了，<笑>熟的啊。朋友们。 今天给你们开一个攀枝花的大芒果啊！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果肉啊，吃起来特别的软糯香甜啊，水分特别的足。看，老板，老板，嗯。
你这小子，这果是我存钱过的冬的。啊，那我给你快点。哎，服务用了。来来来来来。嗯。老板，哎，你们家苹果怎么都这么小个？你看错了吧？这不是苹果，这是贵妃牛奶枣，来尝一下。好吃吗？嗯，脆脆甜甜的，送我个小爱心。 听他们说呀，现在的二道贩子特别赚钱，像这样的石榴啊，低价收走，高价卖给你们，一年的话能赚几百万，我都心动了。Hello， 宝贝们，来看一下咱们家这款红宝石芒果。这款芒果呢，皮薄肉厚，而且核也非常的小哦。来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你看它，哇哦，果肉非常的金黄，哇，撬不动啊。 从这边弄，宝贝们，你们要是喜欢吃这样的芒果呀，阿龙，你家菠萝蜜怎么是绿色的呀？对啊，它果肉是绿色的，是特别甜，而且特别脆，比普通的菠萝蜜要甜上很多倍。还是苹果变了心，我猜你们绝对没有吃过这样的苹果，七分甜，三分酸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苹果？像足球那么大个的水果，你吃过吗？又大又甜，非常的好吃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么漂亮好吃的水果，慢快过来看看，我听说啊，你们那边4家还要卖的10多块一个，今年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卖到那么贵。你们如果喜欢吃啊，来我直播间啊，我来给你们发快递，一单啊只挣你们1分钱。哎，姐，先不要划走，等等我。弟弟家的草莓成熟了，弟弟还差1个粉丝，粉丝就到100万了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这样的草莓啊，露天的，味道特别甜。 价格也不贵，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。红梅来看一下，我说我家的西红柿啊，都是在地上长的，你们都不信，都说在树上长的。今天呀，我打开一个我家的西红柿让你看一下，这个呀，这个西红柿满满的沙瓤，看，嗯，我呀一天都能吃1-2百个。赤松茸，学名大球盖菇。 人工培育的赤松茸营养丰富，香味浓郁，可与野生松茸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像这颗芒果呀，已经被鸟吃了。我们给它摘下来看一下，今年的像这样的芒果呀，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好，就是被鸟吃了，发不了货的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好的呀，我们家里面还有很多，你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。等一下，来看一看我们大凉山种的。 糖心丑苹果吧，我给你们切一个看一下，这个呀特别丑，近一点来，我给你们切一个。哎呀，我看不到呀，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糖心。如果有糖心的话，帮我点个赞吧。哎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这个，赞就不要了。帮我点个关注吧，又脆又甜的，非常好吃。朋友们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我给你们切个苹果呀。 这个是我们大凉山种的糖心丑苹果，如果切开里面有糖心的话，帮我点个赞吧。看一下，哇，有糖心哦。看看，咱们种出这么好的柿子，被那些坏人收走了，他要卖你10几块一斤，那也太坑了吧！今年呀，我就变聪明了。 如果呀，你们也喜欢吃这样的糖心脆甜柿子，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，10几块，我就给你们发，满满一大箱。看看每一个呀都是又脆又甜的。朋友们，过来过来，今天呀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水果，来看一下，咱们南方的朋友呀就别说话了，来，让我们北方的朋友来猜一下，我给你们。 打开它，来看见没有？这个呀可不是梨，我给你们撬开它，它是脆脆甜甜的，里面的心心呀还是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？朋友们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看看，今年呀我们种出这么好的柿子，价格怎么也卖不上。今年呀我就想自己试了，你们如果真的喜欢吃这样的柿子。 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10几块，我给你们发，满满一大箱。小镇，小镇。
你是土豪吧？敢这样子吃菠萝蜜？嗯，小壮的工资还不到2000呢，一个月。不到2000，你这样吃菠萝蜜也太豪横了吧？嗯，咱啊，这里是菠萝蜜的原产地，菠萝蜜啊，特别便宜，看看品质啊，非常的好。那我想吃，怎样才可以买呀？嗯，来咱直播间，像这样品质的菠萝蜜，几十块钱能有一大。老板，你们家龙眼这么好，一定很贵吧？哎。今年啊，行情也不是特别的好，像咱家这么好的龙眼，看看皮啊非常薄，而且肉非常厚。那我想吃，要怎么样才可以吃到呀？阿蒙啊，就收一点化肥的成本回来就行了，20来块钱。朋友们啊，赶紧过来看一下吧，像这么好的芒果啊，在我们产地啊非常的便宜，不过啊就是说被中间商收去啊，层层加价，要卖到10多块钱一斤，那也太贵了吧。如果说你们喜欢吃啊，送我一颗小爱心，下方购车10多块钱，我给你发满满的一大。哇，我们现在打开一个看一下，脆不脆啊？哇，尝一口，哎，奶白色的。如果喜欢吃的呀，我从树上现摘的，给你们发货。你来看我直播，我给你挂小黄车。嗯，很脆。来，朋友们，你们看。这个树上熟的杨桃啊，已经黄了。我们现在切一个。很多人昨天跟我说，这个杨桃收到货不知道怎么吃。首先啊，我们要洗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边边的五个角啊，给它削下来。哇，看看这个好不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吃的，我给你们挂小黄车吧。你来看我直播，这个尾巴我们就切掉了，就这样子。尝一口，嗯，水分特别多。放点辣椒盐，嗯，好吃呀！我拍个视频啊，真的不图赚你们一分钱。我们家这么好的雪莲果，又脆又甜，来拔一个给你们看看啊！喜欢吃的给我点个小红心啊！来，一二三，看一下。我相信有99%的人都没有吃过我们速熟人参果，摘个给家人们打开啊，看一看，来，果肉金黄，哇，看一下，来爆个汁给你们看啊。很多家人啊还在吃市面上十几块一斤的雪莲果，我都怀疑我这个雪莲果是给别人家种的。来，我扒一颗给你们看看啊，没见过的给我点个小红心啊，一二三，看一下。削一个，哇哇，看果肉脆甜多汁。来，朋友们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家羊角蜜甜瓜这么好吃，看一下，60多度，大棚里面啊温度特别高，在里面整整长了200多天，它能不甜吗？给你们打开一个看看，看看头茬羊角蜜啊，翠绿色的果肉，嗯，又脆又甜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这款水果呀，全网90%的人都没有吃过，也没有见过。切开给你们看看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沃柑，皮薄汁多，还没有籽。如果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。我说了吧，你们也不会相信，这个真的就不是黄瓜，它呀是我们山东的头茬羊角蜜。羊角蜜呀，只有头茬的还是最甜最香的，我每天最少都能吃10多根的。嗯，大叔，你出的这是什么水果啊？水分这么足？这个呀，叫杨桃，稍微有点收入的人呐，每个月都能吃得起好几箱呢。那在哪里买呢？朋友们，算我求求你了，看看像这么好的花牛苹果，在你们那边最少也要3-4块钱一斤吧，那也太贵了。其实在我们产地啊才几毛钱一斤。如果你们喜欢吃，点个小爱心就挂下方小黄车。你过来看看，这个呀就是我们甘肃的花牛苹果，像这种花牛苹果在我们产地啊才几毛钱一斤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点个小爱心下方小黄车呀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呀就是大家都喜欢吃的凯克特吗？如果你也喜欢吃啊，
帮忙点个小爱心，就挂下方小。朋友们，你还在外面吃十几块钱一斤的彩虹芒吗？那也太贵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这样芒果，给我一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，十几块。朋友们，给你看一下一款红心水果啊，它叫红心芭乐，也叫番石榴，给你尝一口。嗯，又脆又甜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一块一块就两块。哥哥姐姐，像我们这一个越南的大青芒啊，皮薄肉厚和还小，我一箱啊就赚你。酸涩，花椒你们见过，辣椒你们也见过，但是这一种你们见过吗？看一下，长得特别像花椒的果子。朋友们，西红柿五毛你吃过吗？你没有听错，像这么好的西红柿，看一下这品质，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，你送我颗小红心来我直播间。小狼哥，你这果怎么黑麻麻的，是不是坏的？咦，你可别乱说啊，这个啊我们可是当宝贝的，这个我们叫做乌干，老甜老甜了，我切一个给你看，看了吗？皮薄，多吃。今年咱们家产量那么高，价格却那么低，你对得起我给你打的农药钱吗？兄弟姐妹，五毛五毛，就赚你们五毛。咱们家冰糖樱木瓜又是大丰收，20元发一大箱，就挣你们五毛钱。朋友们，说实话我也不怎么缺钱，但是我就想帮帮他们。你看这么好的彩虹芒，如果不摘下来，树上熟了会烂掉，摘下来呢又没有人来收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这样的彩虹芒，帮我点个小爱心。朋友们，来来来，脆甜可口的奶油富士，看到吗？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，打开你们看看，真的是很好吃，而且啊它价格还不贵，你们一定要尝一下哦。大姐，这又没有口水，你闻啥呀？闻柠檬呢，这柠檬香啊真让人陶醉，你闻一下。我可不闻，这东西贵得很。瞎说，几块我就给你发一箱，还包邮到家呢。哦，大姐，哎，你这是柠檬吧？对呀。这柠檬不能吃，你看你种这么多干啥呀？小伙子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你在外面买十几块一杯的柠檬水啊，还有几十块一斤的柠檬鸡爪，都是他做的，你就不能买点柠檬回去自己做吗？它不实惠吗？看一下这个呀，就是我们山东的头茶羊角蜜，又脆又甜的，特别好吃。如果哥哥姐姐喜欢吃的话，送我一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。小伙子，你就这么浪费啊？这都是农民用心血血汗种出来的杨桃。那咋办嘛，现在熟了卖不掉，也没有人来收，总不能烂在地上吧。朋友们，听说你们天天还在吃那种个头又小吃起来丝还比较多的芒果，别吃了，看一看我们家的凯特大芒果吧，核小皮薄，并且穿着红杏，非常丰产啊，看着瓜果亮，什么杏都比不了的啊，就这个品种的话就借的最多的。家的芒果是帮别人种的，你永远不知道我们产地的价格有多低。视频下方小黄车，一箱也给你。别看它个头小，你就是拿100个鸡蛋啊，我不一定给你换。它皮薄多汁的，口感特别甜，最主要价格实惠。朋友们，你们的花牛苹果呀，是不是都买贵了？我打开一个咱们家的花牛苹果，你们看一下，它的口感啊，几乎是纯甜的。我一次呀都要吃几十个，产量低一点都不够我自己吃的。如果你们想要，朋友们，打开一个咱们家的奶油富士，你们看一下。说真的，就这样奶油富士啊，不是和大家吹牛啊。你拿200个鸡蛋，我不一定给你换。它的口感啊是又脆又甜的，看。朋友们，过来，我们呀今天正在采摘芒果，这个是我大哥，今天芒果丰收的，他特别的高兴。但是呀，像这种芒果在去年一担要卖到10几块，今年呀行情不景气，我们呀就挂下方购物链接，一担呀就卖10几块。看看这汁水，特别的多。我相信啊，很多人啊都喜欢吃车厘子，看看像这种车厘子啊，但是拿到你们那里去要卖
100多一斤，那也太坑了。一百，朋友，你没听错，像这样沃柑啊，我一天啊真的能吃100多，因为啊这个沃柑。大爷，你家黄瓜怎么这么粗啊？这不是黄瓜，这我们山东的博源9号蜜瓜，每个都这么粗，老脆老甜呢、啊。我替你们尝一尝。嗯，想吃吗？送我一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，我给你们秒，就这么粗的，给你尝一尝。嗯，太甜了。下回小黄车买吧。大哥，哎，看这个枣是不是你家的？是不是我家的？我得自己尝一尝。嗯，皮这么薄，这么脆，这么好吃，肯定是我们家的。那我想买一点，怎么买呀？你送我一个小爱心，我就把它挂在下面小黄车，20几块，我给你发，满满的一大箱。来，过来看一下。嗯，特别好吃。来来来，朋友们呀、啊，你过来看看，看一看这个西红柿啊，要接的少呀，说真的都不够我吃的。来看一看，小小的一棵苗啊，接了这么多的西红柿，我打开给你看看，像这样的西红柿啊，个个翻沙。如果你喜欢，来我直播间吧。我觉得啊，有的人真的不会算账，外面10几块一斤的菠萝蜜大家抢着买，我们家的菠萝蜜只要几块一斤都没人问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正好刷到我，留下来吧，我们家的菠萝蜜已经熟了，看一下这么大。这一方的西沙尔已经进入这个盛花期了。咱家今年的西沙尔啊，总共分了3油，现在最早的已经坐果了。朋友们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沃柑的时候啊，吃了100多个，根本就停不下来，因为它呀皮薄多汁，水分足，特别的好吃。关键呀，打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，皮薄多汁，入口化渣。关键啊，价格也特别的便宜，不信的话